唯有葵花向日倾。爸，女儿，爸，我愿意回来，我愿意回来。日子小姐，里面请。喝茶。高田先生，见到向正民了。哎呀，向正民这个老狐狸，避而不见。收购铁路的事，恐怕没那么容易。他呀，一向道貌岸然，以爱国人士自居，这个人不好对付。他们不把你放在眼里，我们可以先发制人。啊，这位就是高田君嘴里的中国朋友金先生，初次见面，请多多关照。来，贞子小姐有什么高招吗？现在有一个绝妙的机会，不光能杀了向正明，还可以把曹墨菲一网打尽。哦，你说的是曹墨菲的婚礼？哎，这是个好主意。向正明是主婚人呐，到时候他一定要去。向正明一死，滨州能够接替他的只有金大人了。滨西铁路也会成为我们的囊中之物。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智子小姐，你已经失手过一次了。这一次我有个万全之策。在干什么？啊！我什么也没看。竟然在这偷听！没有偷听，别杀我！怎么了？智子，智子，他在偷听。没有，我没有。你走！怎么，舍不得这个窝囊废？我看你才是个窝囊废。他是曹墨菲的哥哥，是我的夫君，嫁过来他是什么我说了算，明白吗？没想到三年前我一走，竟成了我跟我妈的永别。我这辈子最对不住的就是你娘，还有你。这么多年，我之所以和你们断绝联系，就是担心我的身份会连累你们。可没想到，你娘还是因我而死。我妈一直都坚信，总有一天你一定会回来的，能在生前与你相见，也算是没让他白等这么多年。啊，对了，这些年你是怎么过来的？怎么会以这样的身份回来的呢？当初掉下河之后就昏了过去，是一位苏联的商人救了我，我被带到了苏联。刚开始因为语言不通没法和这边联系，后来在医院认识了共产国际的同志，
在我恢复之后就加入了他们，接受他们的培训。我一直盼着能早日回来，直到今天我终于回家了。这么多年我一直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怎么，你非要跟我去参加曹墨菲的婚礼？是。这么长时间过去了，你对他还念念不忘？他这样对我，我恨不得他去死。你跟我说实话，你去到底是为什么？我还能为什么呀？我就是想亲眼看看这个当初对蟠桃说至死不渝的男人是如何打自己的脸的。你什么意思啊？你是不是觉得我一个外室带出去丢人啊？啊，不不不不，哪能呢？只要你乖乖的听话，想去哪儿都可以。蟠桃小姐，你愿意嫁给曹墨菲先生为妻吗？我愿意，相濡以沫，白头偕老。你能不能娶我呀？啊，墨菲，不是妈逼你，你如果不娶她，你又如何能把她从家里都带出来？我以为蟠桃还在你心里呢，看来我以为错了。你开门啊！是不是你回来了？蟠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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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开门啊！蟠桃，是不是你回来了？蟠桃，啊！你告诉我，是不是你回来了？蟠桃，你开门啊！是我，我曹墨菲啊！蟠桃。
离开滨州这么多年了，有没有蟠桃的消息？你都要结婚了，现在问这些还有意义吗？我只是想知道蟠桃是否还活着。没有，我一直没他的消息。 来，这边，来，快，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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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藤，我走了。愣着干什么呀？赶紧换衣服迎亲了。哎，快！哎呀，真没想到，共产国际派来的同志，竟然是你。丁叔，好久不见。是啊，这一晃都三年了。行啊，你们俩聊，我在楼下等你。好吧。嗯。快，快坐。哎，谢谢。安娜，喝水。哎，谢谢。安娜，你听说了莫非的事儿吧？啊。丁叔，待会儿你还要去参加他的婚礼吧？那我就先走了，有消息我们再联系。安导，你没事吧？我没事儿，那我先走了。
今天是你弟弟的婚礼，作为哥哥嫂子，怎么能不参加呢？我们和他早就没有关系了。你怕什么？你不是最讨厌他吗？不如我们送他个大礼，让他永远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不如就把他绑在你身上吧。爹，我出门了。哎呀，这穿的花枝招展的，干嘛去啊？我去参加曹墨菲婚礼啊。哎呦，闺女啊，你跟人家又不熟，你去干嘛去？那曹墨菲是江玉晨的好兄弟，我是玉晨的未婚妻，当然要一起出席了。消停点吧，啊，别给人添乱了。爹，你这话说的，我怎么能是添乱呢？我是去给人家新人送祝福，是去喝喜酒的，好吗？我说不准去就是不准去，好吗？凭什么？凭我是你爹。我不，我偏要去。王副官，是。不下，没我的命令，不许出大门。爹，你不讲道理，你放我下来，快放我下来。我要讲理呀、啊，我就不是你爹了。救命啊！亲，救命啊！不要杀我！不要杀我！谁说要杀你？为什么要跑？我不想死，我也不想杀人。曹梦琴，你再不乖乖的听话，我就把你的心肝挖出来喂狗。母亲，放心。会让你死的，我就想请你帮我个忙，帮我把东西带进去，我会完完整整的把你带出来，绝对不会伤你一根汗毛，好不好？嗯，我不相信，不相信你。母亲，你一定要相信我。你不记得了，昨天木村雄要杀你，是我。是我保的你，对吗？所以，我一定会护你周全，相信我，乖乖听话。还没死，放开他，杀了他！救我，曹梦琴！救我，曹梦琴！报告司令，出事了。怎么了？小姐跑出去了。啊！你是怎么办事的？连个人都看不住啊！小姐她是回房睡觉，我也不能跟着她去卧室啊。废物，赶快去找去，找不着我毙了你。是。恭喜恭喜。美月。恭喜啊，二少爷。新郎官。恭喜了啊！里面请，里面请。好好好，走。请请请。哟，向厅长。里面请。哎呀，他俩咋来了？你给他俩下喜帖了？怎么可能？我婚礼的事儿，滨州成就这么大，传到许坤那儿，也很正常嘛。里面请，里面请。
哎呀，谢谢小姐，来来来，里边请，里边请，来，二位，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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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他们进来吧。莫非，新婚快乐，百年好合。谢谢。莫非，莫青，快走，走。向山长，吉时已到，有请新娘新郎入场。现在就给你解开。
莫非，别恨我，你们快走！桃子，啊，桃子，慢点走，没事吧？啊，没事吧？啊，没事。我看看，没事吧？没事。我说不准去就是不准去，好吗？凭什么？凭我是你爹。哎，你放下！把他给我弄下，没我的命令不许出大门。无非，我想知道，我们的婚约还算数吗？明月，现在都已经这个样子了，我看婚礼恐怕是……无论如何。我都希望我能够嫁给你。啊，莫非，朱小姐，你们的婚礼我就不参加了。恭喜，桃子，恭喜啊，恭喜！桃子，探头，莫非，今天是你大喜的日子。疯子，你这疯子，差点把我们两个都给害死了。死？我又不怕死。潘桃竟然没死，他又回来了。我就是要眼睁睁的看着他看到曹墨菲娶别的女人是什么表情。他背叛我，我要让他尝尝被人背叛的滋味。行了，别笑了，你个疯子，以后啊不许这么胡闹。明月，看来我还是得出去一趟。你要去哪儿呀？我大哥和智子的事儿，刚才你也已经看见了，我必须得去解决。不过你放心，我可以很快回来。好，那我等你。我真没想到，你竟然没死，就这么活生生的出现在我的面前了。你变了好多。你倒是没变，还是跟以前一样。是吗？哼。说吧，这么久，你到底干什么去了？那可就说来话长了。没关系，我呢有的是时间听你说。把你的手拿开。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当然有关系了。你别忘了啊，你呢还有卖身契在我手上，你现在还是我江家的贴身丫鬟。你的贴身丫鬟叫潘桃，我的名字呢叫纳斯塔西亚。叫什么？
纳斯塔西亚。纳斯。纳斯纳是亚。那什么什么，那个，哎呀，哎，那是什么什么亚？你真的不打算再争取一下吗？其实曹墨菲心里面啊，一直有你。他娶朱明月，是有别的原因。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他已经做了决定，我不想让他为难。不后悔啊？有什么好后悔的？人活一辈子，还有很多重要的事情要去做，不光是男女之情。那什么什么亚呀，我发现你长大了呀。嗯。小娜呀，小雅呀，你要不要跟我回趟方圆啊？前叔小福的春暖，要是知道你还活着呀，那给蹦一下，乐得给弹起来。我也很想他们，改天吧，改天我去看他。行啊，好。嗯。智子小姐竟然失手被抓，没想到曹墨清那个窝囊废竟然以命相搏。智子小姐的暴露对我们十分不利，向正明那边恐怕不会善罢甘休。智子现在还在许坤手上，应该在向正明手里。走，去铁路局。请进。朱老板，怎么有事儿啊？高铁先生，来坐。好的。高铁先生，您答应过我不要伤害我的女儿，智子小姐怎么把我女儿的婚礼给炸了？朱老板啊，据我所知，他可没把你当父亲看。高铁先生，我就这么一个孩子，希望你们下次行动之前跟我通个气儿，行吧？朱少全，你要搞清楚自己的身份。喂，武村，不要对朱老板无礼。朱老板呐，谁要是跟我们合作，谁就是我们的朋友；如果跟我们作对，那我们可就对他不客气了。无论他是谁，希望朱老板能明白。好吧。上一点，上一点。你看你都瘦了，瘦了也更美。躺了这么长时间，那你现在身体恢复了吗？恢复了，真的吗？啊！哎，哎，干嘛呢？结了婚的人了，啊，不回家守着自己家门去，怎么跑人家来守门了？我找潘桃有正事。潘桃，我们抓住了智子。希望你过去做个证，能不能跟我去一趟？好。说吧，为什么要刺杀向省长？是啊，我为什么要刺杀向省长呢？分明是曹墨清要炸婚礼，跟我有什么关系？可是我亲耳听到你让曹墨清把东西带进去。范小姐，我说的是什么呀？
结婚礼物，我和明月是好朋友，他结婚我送礼，有什么不对？那你们为什么要半路追杀曹墨青？他是我的丈夫，我为什么要追杀他呢？我们说好了一起参加婚礼，半途中他烟瘾犯了，我只是叫人把他追回来而已。更何况他引爆炸弹的时候是我阻止了他，我差点被他炸死。都这个时候了你还在这狡辩？我们在座的都看见了，是你把炸弹绑在了曹墨青身上，然后推向了向省长。既然你们都听到了看到了，还问我做什么？心配しないでください。乡镇长，见你一面可真是不容易啊。高田先生的求见方式也很特别嘛。栀子小姐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侨民，就算有什么问题，你们可以带她去警察局慢慢的调查。在这里私设公堂，这恐怕不合适吧。哎呀，你们大日本帝国的侨民私下里面去搞暗杀，恐怕也不太合适吧。江副局长，你说话可得有根据。咱们俩谁在这胡说八道啊？如果你拿不出证据，木村，嗨，带栀子小姐我们走。慢着，谁说没有证据？你们栀子小姐挟持曹墨青，蓄意谋害向省长，我们在座的都是人证。人证？哼，那还有一个最重要的证人，曹墨青在哪儿？他在哪儿啊？向省长，本来我想和你继续探讨一下滨西铁路的运营情况，看来你是没有这个心情了。关于滨西铁路的运营问题，就不劳高田先生费心了。木村，哎，带栀子小姐我们回家。站住。莫非诸位告辞了。不错，向省长，这，啊，就这么的，行个礼，把人就给带走了。你们是不知道，现在中日关系非常敏感，所以这件事不宜扩大，以免让日本人掌握我们中国人引起事端的口实。早晚有一天会抓住他的罪证。对不起，没能帮上你们什么忙。如果没有你，我们这些人就早已成为栀子手下的亡魂了。那我就不打扰，先回去了。我送你，我送你。这个事儿明天就去办，越快越好啊。爹，我问你，你是不是早就知道曹墨菲婚礼上会出事儿？哎，我又不是神仙，我怎么能知道啊？你看这孩子。那你为什么拦着不让我去啊？我什么时候拦着不让你去了？我是不愿让你去见那江玉晨，知道吧？为什么呀？为什么？你先坐着，坐这儿，坐下。你说你们俩这个婚事拖多长时间了？哎，我哪次去问他吧，他都敷衍我，我就感觉这小子不是真心想娶你。哎，对了，那个，我前几天去奉天那个开会啊，哎，见着你姚伯伯那侄子了。呵，这小伙现在都当那个上校副团长了。爹，你现在跟我说这话什么意思呀？到底，那你这还想拆散我跟玉晨？哎呦，傻丫头啊，
你看不出来啊？